298而少阴病，咳而下利，代表热往上走了，肺里面没有东西啦，好，肺里面津液不够了，病人又下利，好，上面在咳，下面在下利，很可怜了、啊，中间还在沾雨嘛，沾雨的胡说八道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就被火气结，小便闭难，以强则少阴害，这个条件就是告诉诸位，少阴症出现的时候，因为是里寒湿，绝对不要用汗法。你汗法下去的话，病人会更虚，阳会更虚，因为他阳已经不够了，而汗的药都是阳的药，好，一发汗他更受不了，好，所以我们不用汗法，好，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碰到一个人肾脏功能不好，好，小便排不出来，那老师我们给他吃五条生姜或者怎么样，或者 加很多那个红糖，然后再去用那个硬把他汗逼出来，不行，病人会受不了，憋完后心脏会受不了，好，会阳，好，因为强者汗。强者汗如果严重津液伤到的话，上面会咳，下面会好下利，会沾雨哦，因为里面是阳虚掉了。好，讲话常常看到鬼，看到鬼啊这种，好，那因为被火气结，这个火气不一定是火烤啊，好，有时候你开的很短，那个，我现在比如说我们家有三温暖，把它放到三温暖里面烤，对不对？烤的时候一边烤在喝里面喝那个姜汤，很浓姜汤，然后烤出来的时候还没流汗，丢到被窝里面，几床被窝压进去，硬把它汗逼出来，对不对？汗出来就受不了。好，心脏受不了，好，受不了，所以少阴症的时候不要去强力发汗，这是第一个治疗的原则，好，要注意的事项，好不好？那你记得哦，好，不要说我没讲过。299条，少阴病脉细沉数，细好，它代表寒，好，沉代表在里面，好，湿很盛，病是在里，不可以发汗，这是少阴的原则。但是当你在治症的时候，你把里面寒湿去掉的时候，寒湿都去掉，好，心肾开始焦了，好，心火往下走的时候，你说老师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不要验尿，不要验血，你怎么知道他肾脏功能恢复了？很简单啦，他一正常人是不是运动就会流汗？对，他运动了自己会流汗，你看他原来不能强制汗，他现在流汗都没感觉啊，好舒服啊，流了汗好爽，哎，你流汗出来很舒服是正常人嘞，所以你问这个病人，你病人就会告诉你啊。哎，你医生奇怪，以前我怎么样子，再怎么样运动，别人都不流汗，就别人都在流汗，就是我不流汗，肾脏就已经有问题了。他吃了你的药以后，到后来，哎，我现在开始大量流汗，我也跟着流汗，我一运动就流汗，不运动就没有汗，这就是心肾又强焦起来了，中间的寒湿就会去掉了。好，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，知道他恢复了没有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把他治了半天，治了半天以后，他运动还是没有汗。还没有到，药还没有到，好，《伤寒论》第300条，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，记得哈、哦，因为少阴病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少阴病有的症状很像太阳伤寒，所以它的脉微啊哈，少阴病你要记得脉微，而且淡郁昧，好，人昏昏沉沉没有力，绝对不要发汗，亡阳。阳为什么会亡阳？因为病人少阴症的阴很盛，阳就虚掉了，你还在发阳，好，亡阳，好，所以不可以，好，这会犯，好，这个犯到禁忌的，这都是禁忌治症的治病的原则。所以这些治病的原则，除了我们可以拿来当医诊断的处方的原则、诊断的法则以外，同时呢，反过来我们可以事后 confirm， 那这个病人好了没有，也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。所以读《伤寒论》要很活。哦，不要死板板的，我很龟毛，就是按照这样子讲，好，来回都左看右看都可以。好，那少阴病呢？301条，脉如果是紧的，到七八天以后呢，自己会下利，胸突然暴烦，这个胸就是胃，好，胃的地方。然后手脚反温，脉紧反去者，啊，好，为郁结也。虽烦下利，必自愈，好，会自己会好的。那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我刚刚讲的中间的寒湿。脾肺中间的寒湿到心和肾中间的时候，心肾在下方，中间寒湿梗到这边的时候，瞬间寒湿去掉的时候，它会自下利嘛，哈，自下利，那寒湿去掉，那病人呢，突然会感觉到，瞬间感觉到胸会暴烦，好，手足反温。临床上看的时候，我在治疗一个病人，好，心脏痛，心脏病，他这个心脏病很奇怪，这个。到医院去查不出来心脏病，然后自己呢失眠，一直睡不好，然后呢，我查他，这个他的脉也不是少阴病的脉，但是我就凭他一个失眠看，他是少阴症里面的
黄连阿胶汤症，我们会介绍到。结果呢，我用黄连阿胶汤的加减呢、啊，你知道他怎么叫凶暴烦？我真的领悟到凶暴烦，因为他的脉证很快速，可是这个人没有力。我就跟他讲啊，你这个人哈、哦，这虚速的脉，你意思你看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？我说你的心脏就好像一个引擎在空转，心脏在跳，但是你觉得你跟身体是分离的，你没有感觉到心脏有帮助到你。他说对，我就是这样子感觉。好，你听哦，我药吃下去。好，我说中医治，我就把中医宣传一下，不是宣传我很厉害，我在美国面前说我是最烂的，你们碰到我就倒霉。好，我说我这药吃下去哈，你哈那个心脏突然会感觉到引擎的力量爆发出来，好，你车子会跑了。原来是空挡在那边踩了油门，啊，引擎会上档就跑，然后哦，然后结果呢，一个礼拜以后回来，他说吃了你的药第三天，我在开会的时候，突然中午的时候，哇，胸口很痛，一痛好像那个引擎那个轮转的带子有没有？突然那个带子上去了，啪，那个引擎。那个动力回来了，我就感觉啊，突然一阵痛，很强的痛，一痛的时候手脚就开始热，哇，我马上那个之后精神就来了，当天晚上我就可以睡觉了。好，他就给我爆烦，好，他的感觉就是这样子，好，所有的阵痛的去，全部去，好，全部去掉了，就是那一剂，好，他先生把我当神。好，他什么都要找，所以你想想看我生意好不好。他说：“这个中医居然连这个我都知道，他们仪器都查不到。”对啊，啊，我就是开伤寒论的方子嘛。好，所以中医绝对是对。好，这个凶暴烦就这样，瞬间痛一下过去就好了。好，痛完以后手脚马上开始，他自己讲哇，很明显，因为我常常在问病人手脚是热的冷的啊。好，有的人还说我不知道，我说你笨蛋。啊，还要把脚翘起来给我摸，我说谁要摸你的脚啊？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只是热的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这种很多人没有 common sense， 手脚热都不知道，哦，所以我的病人被我训练得很好，你知道？我只要跟他说，你只要手脚热了不会死，他就永远记得，哎，永远记得，啊、哦，302，这个少阴症，下利，啊、恶寒而倦卧，如果说有光是恶寒，看起来像是伤寒，对吧？不是，伤寒没有下利啊，少阴症有下利，因为寒湿很盛，大肚子会拉出来。好，恶寒而倦卧，疲劳啊。若利自止者，手足温者可治。这个手足温就是胃气还在那边，所以诸位从这里可以知道，就是说我们治病只要有胃气在，都是好治的，就是病人有胃口，都可以治，好，都可以治。病人胃口没有了，不好治。所以你看，手脚温的，我常常说手脚是温的、冷的，温的可治；手脚越吃越冰的，也不用治的。你说我说这个到底是中药好还是化学治疗好？很简单啊，你做两次化疗啊，啊，然后吃两副中药啊，你看看，哎，吃了中药手脚热起来。你如果做了化疗手脚热起来，我就100%支持你去做化疗。按照我目前的经验是，做了有越做脚手脚越冷哈，啊，不要只要头发掉了，手脚是越来越冷。中药是手脚越来越热，而且中药吃完以后哈，要做美梦，啊，跟美女去约会。那中那西药吃完做噩梦，好，魔鬼来杀你，你看差很多，好，看你要吃哪个药。哦，我就跟病人这样讲啊，美国人听得很开心，哎，很好很好，好。美国人跟我讲了，是病人跟我讲，真的我吃中药完全没有，我吃西药都是做噩梦，好，做中药还做美梦，你看真是厉害。好，经方真的是棒，好棒。第303条，你看少阴病恶寒而倦，时自烦者，欲去一倍者，这是阳气回来，你体温回来了。人的体温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心和小肠的热接轨了，心要移热到小肠，小肠移热到膀胱，哦，所以心和小肠接轨，一个是阳火，一个是阴火，哦，小肠的热是来自心脏。好，欲去一倍者，太热了啊，一倍地方。好，所以小朋友晚上睡觉在踢被子，那个都是正常。好，结果那个妈妈很笨啊，在聊天的时候就跟人家说，跟邻居的太太说，我那个小孩子真累，每天晚上踢被子，我还去帮他盖，谁要你盖啊，对不对？你那么 gable， 哦，就是妈妈很笨啊。我常常看小儿科的时候，所以要望啊，望诊厉害。小孩一看，他这个胃口不好，因为中间一条河，我知道他肚子痛嘛，哈，然后这边一条轻的，一看
这个矫健中汤症，对不对？再看他眼睛偏的，我就把他妈臭骂一顿。我说你这个晚上小朋友肚子露在外面，你没有把他肚脐遮好哈、哦？我教他怎么做个围兜，好，然后画个图给他，用毛巾做围兜。小孩子不管怎么踢被子，肚脐就不会露，不会那暴露出来。肚脐很性感嘛，小孩子喜欢露肚脐出来哦。那我们把肚脐遮起来，然后呢吃小健中汤。吃健中汤出来以后，你看你儿子眼睛是歪的，一边歪一边，就你一定只点一这个一盏灯在房间里面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你那个小朋友脖子没有力量啊，所以眼睛弯过去看，因为晚上他醒过来，你那个笨妈妈在睡觉，小孩子醒过来，他头不会动，没有力量动，他眼睛去看找亮的东西啊，那是左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你一定点在左边，他左边都知道，因为眼睛往左边偏嘛，对吧？往左边偏的，我说你就点两盏，哦，他说为什么？点两盏小孩子不知道看哪一盏就正常了，调。那个调戴那个眼镜都不要，然后很多是 common sense 啊，那个妈真笨哈、哦，好累、嗯，气死了，嗯，好，我比他还带小孩，好，比他还会带小孩，真的，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好，我们再继续下去，来，这个像我们平常预期一被小孩子踢背的时候哈、哦，因为你把脚手脚盖住，小孩子纯阳之体，手脚很热。所以你被子盖在肚子上就好了，手脚不要盖，就他就不会踢背了哈、哦。那如果是一般的病人，当阳回头的时候会烦躁，会踢背，就是阳还在，这都可以治的哈、哦。少阴中风，脉阳为阴浮，阳脉为阴脉浮起来，好、哦，这个真的我们正在少阴症的时候脉是。